收纳必学，跟你出国满载而归。有了这个之后，你的行李箱可以多塞十件、八套衣服，你会把它整套收纳好。就这些东西哦，放得下，靠近轮子的地方要放重。对对对。刚刚有。TVBS 欢乐台自制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讲时尚。